天你在曼谷看人家表演，表演结束人家出来你可以跟他拍照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先准备那个小零钱，他没有小零钱给我们的，你跟曼谷人家拍照水费20铢到40铢，但是你要小心，曼谷的人要喜欢把你们的手拉起来摸他的珠穆朗玛峰，你摸好了100铢小费，假如不想摸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把你的手压下去，他拉上来压下去跟他比赛的力量，明白？人妖圣人的力量很大，大家我们慢慢来，不用着急。明天我们去帕提亚，帕提亚那边你们一个单位跟一个人妖合影，小费20铢，包括摸，但是摸的话一定要轻摸，这样摸。里面奶胶破掉要自己赔偿。我跟大家讲，人妖是男的，不是女，不是女的，明白？所以我们来这里，去哪里都用艺术的角度来欣赏，慢慢参观宝宝演出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哪里来？中国来？哪里来？广东来干什么旅游？来干什么摸摸奶 ？OK 吗？大姐，我跟大姐讲，明天你在帕提亚那边有可能看到老外裸体晒太阳，原来多现在少。假如我们看到老外裸体晒太阳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停留，我们不要站住，走一步那个退两步，走两步那个退三步，有墨镜戴墨镜，慢慢参观宝宝演出 ，OK 吗 ？OK。公拍全网第一实拍群社区，微信搜索公拍，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。